轻轻的一个吻，哇，猜不猜啊？已经打动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哇，又 Bossa Nova， Bossa Nova 嘛，佢最醒啊！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。Yeah. That's why I always be around.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s. Yeah. Forever you stay in my heart.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成日揞啲武器出嚟，三招唔埋就攞個口琴，跟住三招唔埋又攞頂帽。我頭先話成成嚟咗添嘛，啱啱。自從阿校長話你似教宗之後，你決定咗用呢一個武器嚟一路劈落去個總決賽度。我要佢仲喺合教宗嗰下咧。音樂總監咧 ，Donald 俾只 Bossa Nova 你睇下。正到不得了！你知唔知點解 Donald 會提議咁啊？因為你而家就咁平地都 Bossa Nova 緊嘅，佢成日都係咁樣嘅。即係佢根本上天生有個 Bossa Nova 底喺度，咁如果唔配落去就嘥咗啦，係咪啊？我哋睇呢個 Bossa Nova 嘅月亮代表你心帶嚟大強有幾多分？急不及待要講啦！我頭先係完全被你融化咗噶啦。咁我覺得其實唱歌表演，你就係將大家好開心咁樣攬埋一齊，台上台下融為一體。即係我覺得你係完全做到，同埋 intro 好緊要嘅。咁我唔知係咪你自己設計嘅？你望住個月亮嘅時候咧，一舉高隻手就已經有嗰個感覺。做一個舞台上嘅一個表演者或者歌手，佢好緊要一樣嘢就係佢要有 signature。signature 咧就係你。你出嚟表演完之後咧，你知道曬佢係最優秀係乜嘢？咁
阿彪哥，我想你做到就是每一個人都記住你這個形象，是不會記得第二個的，不會亂的，彪哥就是彪哥，所以我個人來說，我覺得你今晚是大贏家來的，十九分，好像肥媽說就是最近 enjoy， 是 enjoy， 沒錯，因為你都令到我們兩個很 enjoy， 因為這些歌我們大家都懂唱的嘛，直接 melt 了下去， melt 了下去。因為剛才看大強的表演，我只可以用四個字形容，是上心落事。不過這樣，你一定要多謝 Donald 將這個版本變成 Bossa Nova 的版本，如果你是頭幾句的版本，那就很危險了，一定死。